大乘一章第二卷云：居行方便，观达为慧，就实一论，真心体明，自性无暗，莫知为慧。实乃以明自本性，见自本性，方明慧也。啊，这是大乘一章对真实慧这个慧字的解释。啊，什么时候是智慧？要明心见性，智慧就开了。可见的这个境界不是凡夫境界啊，也不是二乘全教菩萨的境界啊，这境界很高。所以出自于大乘一章，大乘是菩萨，是化身菩萨啊，这个才是名副其实的大乘。行方便，行里头包括了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啊，这个都叫行。方便就是智慧啊，方是方法，方法是活的，没有死板死爱般的方法，所以方法无量无边啊，世尊教学也是84000法门，展开来无量法门啊，法是方法，门是门径、门道，变呢是变异啊，这个变是什么呢？合情、合理、合法。啊，我们现在所谓的适合于众生的根性，适合于时代的变化啊，所以每一个时代啊，这个方便不一样，方便里头没有好坏，在当时就是最好的啊。它是论现前来说啊，因人、因时、因地啊，方方面面呢都顾及到了，做出最好的榜样这叫行方便了。观达为慧，对于所行所思所行，这里头有智慧呀，观察、通达、了解事实真相，这叫慧。啊，事实真相是什么呢？相有，性无，
事有理无，事法不离因果，佛法不离自性，这都是观达。这个是智慧。